定位就在这儿，伯爷，你能知道袁帆到底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袁帆在哪儿，但我能感觉到燕在附近。小雨，我来吧，寒冰是会找到燕的。 小云，不好，燕在这里施了结界，我的力量被削弱了，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上你的身了，要不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可以的。 阵法里了。 阵，伯爷，好久不见。燕，我就知道，果然是你。怎么样？本座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聚魂阵，感受如何呀？此阵必须施法于极寒之地。 我找这个地方找得好苦啊！也怪我把此阵设计得这么复杂，不然的话也不必费尽心思把你们骗到这儿来了。也正是因为带走，我才知道解封寒冰时需要极火之气作为引子，而拥有此极火之气之人，命格罕见。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，是非礼。没错。 可是，这儿没有念飞离啊。幸好，念飞离有一个原型，和他的命格一模一样。袁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请大家一起欣赏我的表演吧。 袁帆，
我不能让颜跑了。不要！小鱼，你去哪儿啊？伯爷肯定打不过颜，我要去帮他。那伯爷都打不过你，去有什么用啊？你管我呢？你去不去？我胆小鬼，你爱去不去？